尉迟默默，我到底上辈子造了什么孽，遇到你这样的克星？身为人见人爱的人气偶像，有脸有颜就已经足够了，努力那是普通的人才需要做的事。接下来呢，你2个月的任务呢，就是帮助游戏竭尽全力让他拿下魏然导演心喜的男一号。这么多？你知不知道你不在的时候，热水是我自己放的，外卖是我自己拿的，就连家里飞家的蚊子都是我自己把他赶出去的。我是来给你做老师的，不是做你助理的。他什么意思？岳晨默默，你要干嘛？你再这样我报警了。交给杨迪，并且告诉你，喂，要我吵也是我吵，你凭什么你吵我？没见过你这么无理的人。不怕你的话，天天见了，明天见。你的脸上